你知道遁天老祖对王林有多好吗？初次相见就送上三份厚礼，更是将其收为炼魂宗唯一核心弟子，宗门之宝十亿尊魂幡也毫不犹豫地送出，甚至自己死后的魂魄也会融入魂幡之中。为了帮助王林突破阴殿，直接抢劫各大宗门掠夺仙玉，可谓付出了自己的一切。当王林返回朱雀星后，遇到转世的王卓，遭遇仙夷族人追杀，连忙出手将其救下，并唤醒了前世记忆。之后在王卓的要求下，两人赶回赵国和月派，斩杀来犯的仙夷族六叶树咒师。赵国修士将王林奉为使者，为了帮助赵国出现一些强者，王林为所有接待修士讲到三天，并指点了元婴修士突破化神之法。处理完赵国之事后，王林飞速返回炼魂宗。此时的炼魂宗并无太多变化，只不过门下弟子略显凋零，不足当年的十分之一。九个化神修士闭关的金环也只剩下了三个。察觉到王林的气息之后，遁天从血环内走出。如今的遁天比之当年更显苍老，全身散发着浓浓的死气，寿元几乎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。王林担心不已，但遁天却毫不在意，笑称自己还有几年寿命，不会轻易死亡。王林沉默片刻后，询问炼魂宗可有仙玉。遁天哈哈一笑道：“回炼魂宗就是为了仙玉，若是不缺仙玉，是不是就不回来了？”王林却直白说道：“即使不缺仙玉，就算为了十亿尊魂幡也会回来。”遁天眼中露出赞赏之色，对王林的直截了当很是满意，随即笑着说道：“哈，十亿尊魂幡是你的，老夫几年之后的魂魄也是你的，甚至这炼魂宗上下都是你的。你若不喜欢，大可放弃此地的炼魂宗。但你要记住，老夫这么对你，你必须保护好十亿尊魂幡。此幡在这炼魂宗香火不灭，他日你若离开此地，定要寻找一处位置，让我炼魂宗香火旺盛，成就我炼魂宗大业，使得炼魂宗达到六级修真国。”王林目光平静，世间之事本就没有平白无故的给予。陈英稍醒后郑重的答应下来。顿天看着王林，内心轻叹：炼魂宗已经日薄西山，一旦自己身死，十亿尊魂幡再难留住，眼下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王林身上。但愿师兄临终前的预言神算是真的，我至于使炼魂宗输得一无所有。心境平复之后，顿天带着王林来到后山，此地乃是炼魂宗禁地，唯有历代掌握锁神术之人才可以进入其内。两人来到禁地之后，进入一个溶洞，洞内摆放着三十多个灵牌。顿天恭敬一拜，告知王林此乃炼魂宗历代阴殿强者之位。王林也随之拜倒。顿天眼中露出满意之色，随后打开一座密室，让王林进入其内吸收仙玉。虽然炼魂宗曾积累了不少仙玉，但数万年来出了三十多个阴殿修士，加上其他的消耗，仙玉已经用完。密室内的仙玉乃是顿天与其师兄年轻时从仙界弄来。王林抬眼看去，只见两块巨大的仙玉正散发着浓郁的仙力。不过这两块仙玉突破阴殿还远远不够。顿天似乎看出王林的顾虑，笑着说道：“你放心，吸收突破若是不够，老夫带你去抢救。自老夫是祖辈开始，我炼魂宗只要有人突破阴殿，就会带着十亿尊魂幡去其他宗门抢夺，一个不够就多抢几个。老夫当年阴殿便是师尊抢了三个五级修真国的所有宗派才凑齐仙玉。”王林苦笑不已，按他炼魂宗的霸道，随即凝神静气开始吸收仙玉。顿天见此，直接取出吸干阵旗，加速吸纳仙力的速度。有了阵法加持，半个月后两块仙玉全被吸收殆尽。王林体内的仙力转换也完成了三分之一。顿天观察一番，满意的点点头，接着双手一撕，打开一道漩涡，带着王林开始抢劫仙玉之路。因为有顿天带路，王林将心神沉溺在体内，感受着仙力的变化。此时体内的灵力已经所剩不多，大半都转化成了仙力，只剩骨肉经脉的结构需要仙力凝化，一旦完成就能突破阴变。半日之后，两人来到毗卢国西部沼泽之地，此地方圆数万里都看不到任何人烟，只有无数的毒虫存在，即使偶尔现身的妖兽也都充满剧毒。整个毗卢国的修真者都很少踏入西部沼泽之地，因为此地是镇魔道的山门所在。镇魔道是一个比较奇特的门派，此门派没有山门大殿，而是以零散的方式存在于这片沼泽之中。镇魔道的弟子彼此之间也没有太多同门情谊，都是独自修炼门派的功法，便是重修之术。借着沼泽之地大量的毒虫，倒也为宗门弟子的修炼增加了不少便利。顿天来此地显然轻车熟路，直接带着王林来到最大的一片沼泽，感慨道：“村牛，你别看着这魔道藏头藏尾的，但这魔道弟子上辈子都是耗子。当年我师尊带我来到这里，想到仙玉都快赶上寻常宗派三倍了。”说完就取出十一尊魂幡，驱使魂魄向四面八方横扫而去，十多个紫金魂魄咆哮而出，眼中露出兴奋之芒。沼泽中的毒虫好似遇到了天敌一般疯狂的散开。顿天得意不已，大喝道：“这魔道的耗子们，你家炼魂宗顿天爷爷来了，规矩照旧，快快献上仙玉。”王林听得哑然失笑，强人家仙玉还立下规矩，事实上的确如此。当年顿天被其师父带来此地时说的就是这句话，并且据说顿天师尊的师尊当年也是说过差不多的话。总之抢仙玉的确有规矩。就在王林看得饶有兴趣之时，两道人影怒吼一声从沼泽之地冲出，四周的魂魄一一被震退。一位老者直接道：“顿天老鬼，仙玉没了。”另外一人是个老妪，看了一眼顿天，沉声说道：“顿天老鬼，这一次仙玉不能给你了。仙玉族上次打来之时，老婆子身受重伤，用仙玉疗伤至今才恢复了大半，为了日后着想，不能给你。”顿天目光一凝，看了一眼老妪，释放出体内的死意，沙哑说道：“燕皇国寿元不到两年，老妪已经面色微变。”那位老者也嘀咕道：“你们炼魂宗真是一群疯子，借着自己寿元将至，完全不怕死，仗着十亿尊魂幡硬生生抢人仙玉。”顿天闻言哈哈大笑，威胁两人交出仙玉，否则就要将这沼泽内的毒虫全部灭种。老妪无奈道：“若是顿天出手，炼魂宗必然会被暴死，并且旁边跟着的这个小辈也必死无疑。”王林正在吃瓜，没想到吃到自己徒
上，直接抽取一丝仙力融入飞剑之内，对着老玉一剑斩去。老玉连忙取出一块盔甲法宝敌的，却被剑气完全斩碎。王离这次淡淡说道：“二位在下今日真的必死无疑吗？”老玉心底震惊不已，连忙询问王离是谁。王离微微一笑道：“在下曾游。”老玉内心轻叹，以其应变后期实力，击杀王离并不困难，但顿天却在一旁虎视眈眈，而那位老者只有应变初期实力，面对巨魔老祖都无法取胜，何况是将巨魔老祖击杀的王离，心底顿时有了退意。顿天十分满意王离的表现，炼魂宗之人就应该如此，随即对着老玉说道：“按照规矩，必须交出一半仙玉。”老玉思忖片刻，同意交出一半仙玉。不过若是仙遗族再次进攻，是魔道不敌的话，顿天需要出手相助一次。说罢，老玉扔出一个储物袋，顿天神识一扫，对储物袋内的仙玉数量极为满意，暗叹这魔道真是属耗子的，上次被抢了许多，如今还剩如此之多，莫非有获得仙玉的方法不成？老玉瞥了一眼顿天之后，带着那老者向远处飞去。顿天则带着王离继续向下一个宗门赶去。如此这般，两人横扫整个毗卢谷，搜刮了大量仙玉。这一路上，王离算是见识了顿天的霸道，手持十亿尊魂幡，便直接索要灵石。这时不给，便放出无数魂魄，照着自己寿元即将终结，就要与这些门派死磕。这些门派虽然气急，但炼魂宗恶名远扬，只能无奈交出仙玉。顿天还嘱咐王离日后手持十亿尊魂幡也要如此，不要吹了炼魂宗的威名，因为当年炼魂宗一位仙祖冲击问鼎，所需仙玉无数，几乎横扫朱雀星，甚至而去的一套朱雀国，靠着十亿尊魂幡，即便问鼎老怪也不愿出手，最终弄来大量的仙玉。不过那位仙祖最终还是问鼎失败，顿天也不认可这种做法。十亿尊魂幡虽强，但尽量还是不要招惹问鼎老怪，谨防阴沟里翻船，只抢先五级以下的修真国，这样安全许多。横扫毗卢国之后，顿天带着王离走了另外四个五级修真国，走过之处，好似蝗虫一般，甚至一些修真家族都会受到波及，不得不送上不多的几块仙玉。至于那些宗派，顿天根本不说废话，上来就散开十亿尊魂幡，十多应变期主魂带着无数魂魄进攻，没有任何一个五级宗派可以抵抗。但在第四个五级修真国，两人终于惹了众怒，四个应变修士出手，想要围攻顿天。然而大战之下，王林根本没有出手的机会。顿天催动着十亿尊魂幡，如同摧枯拉朽般将四位应变修士击败。莫非顿天没有杀心，这四人定会成为魂幡主魂？顿天的嚣张程度，有时候就连王林都看不过眼，不得不取出遮掩气息的法宝遮盖面貌，以免顿天受连终结之后，这些宗派出手报复。毕竟三个月内，两人已经抢了四个五级修真国，或13个宗派，上百的修真家族，若是加上毗卢谷，一共16个宗派。虽说得罪无数修士，但总算强到了足够王林突破应变的仙域。两人这才返回炼魂宗。顿天告知王林，若是日后提升修为需要仙域，便要自己去抢，因为即使派出再多弟子去仙界，也无法搜集到足够使用的仙域。王林轻轻点头，对于抢夺仙域，他并无太多顾虑。不过对于顿天的方法，却不太认同。若是换做自己出手，绝对不会给人留下一半，要么不抢，要抢就要抢夺全部，到时候所获得的仙域一定会更多。两人返回炼魂宗后，王林开始闭关，全力冲击应变。顿天在一旁护法，偶尔也会交流一些外界信息。仙遗族有朱雀星的战争仍在继续，无数修士因此陨落，也有天骄脱颖而出。最有名的两人就是柳眉与前锋。柳眉刚一出现就备受瞩目，不光是因为朱雀亲传弟子的身份，还因为柳眉修为已经达到应变中期，在战场上擒出数个七叶树咒师，还拿下一位相当于应变后期的八叶树咒师，一时间声势如虹。而另一位前锋也曾深入仙遗族斩杀数个强者，并与仙遗族少族长一战，此战被誉为仙遗族与朱雀星未来一代继承人之战。两人虽打成平手，但前锋的声势却无人匹敌。那么王林面对这两位天骄会有怎样的表现呢？欢迎点赞关注，下期视频精彩继续。